妈，你给我要新的衣裳。烂衣裳你不去干活了？今年表妹结婚，我请假了。真是的，你今年了还不去？我洗了衣服我就去。过活是除夕，洗了也干净，洗洁浪费，不如过一段日子。妈，那我先去了。等我走，你结婚就穿那身衣裳去，到我的化验室洗用的去。哦。妈，我不要，我有。给你拿着，你就拿着，准备多带点钱，你们走吧。谢谢妈。哎，人家献上礼堂的没？老板，咱家还有好一点衣服？有啊，咱家的衣服都很好的，然后这些都是新款，就是价格有点高。搞了没得事，那你看一下给女儿买吗？是的。新鲜的葡萄又大又甜。哎，阿姨，给他摘葡萄来，要多少摘多少，又大又甜。100块，一百块，刚好一百。OK。谢了啊。啊，好，慢走啊。好，下次来啊。老板，这鞋多少钱一双？这个鞋子95块，美女。有没有37码的？我看一下这个款啊、有的。那你帮我拿一双。好的。妈，我回来了，你把门铃都破了，我也是不行吗？滚，我来洗。完了，你洗吧。俺婶子在家吗？哎，梅哥来了，妈，梅子来了，来就来了，还没啥东西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这也没多少。好的，好的，婶子，您坐，您坐。梅哥，你俩吃葡萄。好嘞。这是小妹吧？哟，都长这么大了。是啊，毕业后一直在家写小说，这都28了，还没找到对象。哥。咋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家里人都着急了。青青，我今天来啊，就是想让你给小妹介绍个对象。哟，还害羞了？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用介绍对象，在手机上就能找。俺表妹结婚对象就是在新域上自己聊的，你可以让小妹下载一个试试看。新域？是的，就左下角这个，你看上面有这个单身男生多得很，工作收入都真是稳定，注册完填上资料就能给您智能匹配，年龄条件都合适的，一上线就有人主动给您打招呼，而且都是一个地方的，最重要的是都是奔着结婚去的，男孩还都很主动。妹子，你多和人聊聊，肯定能找到你喜欢的类型。这
靠谱吗？你放心，都是真人认证。俺表妹也是单身好多年，用了不到两个月就脱单了。人家小伙长得又帅又能干，今天刚办完酒席，婆家就在隔壁村。行，那我回家试试看。你看他都害羞了。行，婶儿，听听，你们可是帮了我大忙了。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吃饭了。不了，我去看看他。啊，慢慢走啊。你们留步。不吃了，可是了。是，我现在去做。妈，我给你买了双拖鞋，还带了鸡汤。哎，我买了鞋，我的鞋还完全。这鞋又不贵，才十几块钱，你试试。妈老了，穿啥都行。倒是你，以后买衣服买好的。妈，衣服能穿就行，咱在家不讲究这些。你以前可不是这样，嫁到我们家，委屈。妈，大概也不穿。也是。